哎呀，大齐割的真快，专业的，专业割到30年是吧？，那边谁割的？割的那么多啊？都是王源，我马上水手了。你们好厉害啊！大哥，您往后点，往来。来来来，先退出来，保人群呢。是吧？不过自己割完的米，估计得吃两碗，多吃一碗。是呀。这样来的米都不舍得多吃了吧？自己做自己摘的大米，自己打出来的米啊，自己收割。哎，这麦穗太好看了，大丰收，太棒了！你准备用这米干什么呀？熬大米粥？不知道，就大米饭吧。这还不吃五碗？我一顿就吃一碗饭。王源本来就爱吃大米饭。对。大齐太猛了，一直在割。哇，太大汗淋漓了吧！看我的汗。真好有快感啊，割稻子也很解压，哎，因为有收获的感觉。哇，好疼啊！我靠，怎么了？是过敏了吗？过敏了，是有，我也有一点过敏的感觉，都痒了，特别痒，对啊，特别痒，特别痒，都痒了。我有一点，特别疼，有点。它是那个有麦芒、稻芒，上面毛的小刺儿扎的，特别痒，对。刮到了吗，静姐？你是那什么刮到了？镰刀。不深吧？不深，不深，不深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！我看一下。没事。疼吗？不疼。流血了吗？没流啥血。喂，划到手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没，不厉害，没事。点酒，先消毒。行。没事。这就是真的不能乱挥。对，休息一下吧。没事儿。哇！哎呦，太累了。啊！哇！好，大家相当完美的啊！可以了，我们把它拿回去吧。静姐，我来。哎，没事。啊，太爽了，扔这个，你们别上来了。大丰收，太棒了。